提拔你当家上海一百搭，欢迎准点修个三连唯一档方言三佛护理栏目，又上讲百分之百纯芝麻油，还要保持个提拔当家。大家好，下次又见大家见面了。两相应动人情，今日个节目再有用精彩。现在为啊，今日个节目有哪一些精彩观点？毛巾能不能合作？产品揭秘毛有洞。挑选额度发重病，家长购买要小心。床位球鞋做粗糙，多加菌油好不好？ 哎，萌萌啊，嗯，你们女在是一个发过的妆，不是有洗发的，加一个接修图片，卸妆水，或者是卸妆油啊，卸妆膏都可以。好好好。阿姨，妈个妆够东西都贵个。还好吧，这几百块就能搞定啊。哎呀，我发妆就发去，我下不去还要发去，你们女儿个脸呢，真的是，哎呀，分都分不了。哟，安老师。 你买卸妆的干嘛呀？那是我买了，我帮我老婆买。我也帮你看看。哎，我到这牌子了吗？这牌子。哎，这个牌子不错，卸得很干净哎。是吧？嗯。哎，贵了嘛，300多块钱啊！我洗个脸要300多。不管不管，不管，关一下。哎，那个个化妆毛巾呢？才10几多块钱，个个而已。<笑>什么卸妆毛巾啊？哎，不可能，化妆毛巾。 这样水就可以了，我家可以重复使用，你看完了对比一副也好，不会过敏。我看那个我没听过呀，这什么东西啊，能不能用啊？哎呀，你管你那个卸了，我都买老多了，据说可是些的，晓得吧？嗯。黑科技银离子。阿老师，我觉得这个东西啊，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吧。哦。卸妆毛巾，不知道您反正小编我是没听过，有个词儿是怎么说的来着？ 敏儿好学呀，不知道咱就问呀。毛巾一次性的吗？嗯，不是，没有，我一般都用卸妆油，挺可信的嘛。我同学在用，我没用。这卸妆毛巾还真是神秘，知道的人还真不多。小编赶紧上网一查，发现各大商城均有销售，还挺火爆的。咱也得赶赶潮流呀，买一条回来试试吧。叫我开门老师。我有点紧张，突然。我的天哪！ 坑公公啊！声音又都变了，发现。啊啊啊啊！我想大家刚刚一定在奇怪，我们三个现在到底是在干什么？尤其是我这副尊容，还有我旁边这两位的尊容，哎，没有脸见人。 我再也不想做体验者了，但其实呢，我们今天所要体验的这个东西就跟我们的化妆是有关系的。今天有一样东西厉害了，什么呀？是叫做卸妆毛巾。这难道不是搓澡巾吗？其实刚看到它的时候，我也很绝望啊。卸妆毛巾看起来确实是，不过效果怎么样还得看疗效，不是？接下来晶晶用卸妆毛巾卸妆，小圈用普通毛巾，而大飞则用专用卸妆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卸妆水能把妆容卸得有多干净。 那儿哪都是毛巾上也是，脸也擦不太干净。包括它擦的效果，我看没有太大区别，感觉都能擦掉。它除了疼点，没什么别的太大的区别，因为普通毛巾它也有质量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就是。 如果毛巾有稍微粗糙一点的话，你擦在脸上它一定会疼，因为摩擦力比较大，一定会疼。但是，那个，我觉得如果你买一块跟那个卸妆毛巾材质差不多的一块大毛巾的话，估计效果应该是差不多。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卸妆毛巾能不能达到只用清水就能卸妆的效果？即将揭晓答案。 蘸上水跟毛巾的话，它能卸妆是一定的，因为有的妆它毕竟不防水嘛。但是完全卸干净，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现在我卸完的这个状态，和刚才我看小千用普通毛巾卸完，我觉得我们两个卸完完全差别不大。
表面，就像刚才毛巾卸掉的那些妆，我们用洗面奶就完全可以达到。如果一次不行，洗个两三次也行。主要就是怕，因为有毛孔嘛，虽然你会用隔离之类的东西，怕毛孔会残留一些化妆品。你说他就用这个卸妆毛巾就表面这么去擦，他毛孔里的东西能擦干净吗？虽然表面看起来卸妆水、毛巾、卸妆毛巾都能卸妆，但是就像晶晶担心的，毛孔里会不会有化妆品残留呢？我们仔细观察卸妆毛巾包装，可以看到材质为100%超微纤维。难道超微纤维就是卸妆毛巾能卸妆的秘密？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中国纺织品商业协会布艺行业分会副会长刘燕飞，了解一下卸妆毛巾到底是什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超细纤维的这种毛巾啊，确实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它不是这种纯棉的，也是化纤的成分，化纤成分呢，其实它现在人工技术就非常的就是科技性非常高了，其实它有的做的效果可能是类似于棉，甚至高于棉的特质，化纤它一方面的要求它是除了有这种卸妆的功能之外，可能还具有保水保湿的什么功能，那么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超细纤维的这种化妆巾啊，它可以使这种水分啊，能够存留在也一定时间，所以在对化妆、对卸妆还是都非常有帮助的。刘老师告诉我们，关于卸妆毛巾卸妆后会不会有化妆品残留还有待研究，卸妆的主流产品还是以卸妆水、卸妆油之类的卸妆产品为主，那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为此我们请教了资深化妆师。卸妆水比较轻薄，然后可以卸一些比较淡的妆，像平常的时候如果咱们没有化妆的话，其实可以用卸妆水然后稍微卸一下。像卸妆油比较卸比较浓的妆比较适合，卸妆膏介于卸妆水跟卸妆油中间了，卸妆乳应该跟卸妆膏也差不多，就是可能是卸妆水、卸妆乳、卸妆膏、卸妆油，他们按照这个顺序然后来排。新鲜事物还是可以尝试的，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的话，最好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卸妆产品。哦，那个没有新的用啊，还要我买。你看啊，现在很多消费陷阱的，有些产品呢光是噱头大，但其实根本没什么用。对，没新的用，不买。我东西有稀溜嘛，所以我呢以后还要多管多比，是吧？对，脱产是干个知识面，没错，多读书少上当。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是有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上了年纪啊，腿没力气，发酸发胀，像灌了铅。腿脚没力气，就怕在浴室滑倒。前阵子摔了一跤，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人老腿先老，没有力气易摔倒，想要腿脚好，调养五脏，补足气血，荣养经脉是关键。益寿强身膏融汇健脾通络，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百年名方，形成22味药材大组方，经19道工序熬制成膏，调五脏，补气血，强筋骨，让腿脚强劲有力气，人老腿不老，腿脚有力不摔倒。益寿强身膏，咨询电话400-636-7799。地保当家栏目由长康100%纯芝麻油赞助播出。广告是要进在继续风云飞的正在播出的地保通卡，思想万法通，天下带不同，好家好玩个九关地保通卡，抬杠好下次。前面个节目我们玩了化妆，接下来我们要玩一玩化妆啊。当然我玩个不是传统的化妆品，而是针对儿童的化妆品。随着时装上啊，各个儿童化妆品不同的身份啊，也产生了好多啊各样一样的问题。比方说有宝宝都把个宝宝霜啊变成了抬头娃娃这种事情。今天个节目我们就好上次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跟成人化妆品相比，儿童化妆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并不是很大，但随着消费升级，近年来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逐渐升温，其中婴幼儿化妆品市场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0%左右，但与此同时相关问题也逐渐凸显。例如在2021年1月，某消字号宝宝霜因添加激素成分导致婴儿变成大头娃娃的事儿，就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同年四月，央视还专题报道，记者调查受追捧的儿童化妆品安全吗，则爆出一些所谓的儿童化妆品制造企业无生产资质，儿童彩妆产品与玩具混为一谈，某些自称专为儿童设计的化妆品没有标签及成分表等乱象问题。在广西南宁的一些玩具店，记者发现了类似儿童彩妆的商品，经营户说这些是玩具化妆品，不能涂在孩子的皮肤上，小朋友拿来给小芭比化妆。在网购平台，记者输入儿童化妆品字样后，各种儿童彩妆套装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产品大多包装可爱，不过哪些是玩具化妆品，哪些是真正的化妆品，如果不细看难以分辨。记者点击一些产品链接后发现，产品页面显眼位置显示儿童专用安全化妆，可简要介绍里却出现了玩具字眼。此外，一些商家虽然提供了检测证书，但送检产品上写着的却是玩具类别，并非化妆品。今年1月1号实施的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办法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明确，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此外，生产和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玩具和用具等，应当依法标明注意事项，并采取措施防止产品被误用为儿童化妆品。对于给孩子使用的产品，家长们最关注的还是安全性，不过有的商家却抓住这种心理，宣称一些儿童化妆品为食品级。对此，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提出，儿童化妆品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词语或者是食品有关图案。此外，自今年5月1号起，申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必须标注小金盾，此前申请注册或者进行备案的儿童化妆品及标签应当在2023年5月1号前完成标注小金盾，非儿童化妆品不得标注。我的家长们要特别注意了，千万不要让自己们这个习惯用成人的化妆品，因为成人用的化妆品当中有一些成分难免会对自己这个皮肤啊造成伤害跟刺激。好，休息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更多精彩内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我叫李希清，今年62岁，我熬高熬了大半辈子了。高方经久兼浓缩，能润泽五脏六腑，历来名贵。益寿强身膏，源自江苏省名老中医陶念堂，融汇健脾通络、补肾养肝、气血双补等名方，形成22味药材大组方。这个是奉旨，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都因为早一位也不是医学家，总共有19道功式，每一道都不能马虎。通过调五脏、补气血、强筋骨，让腿脚强劲有力气，益寿强身高，国药准字，中药膏方。咨询电话400-636-7799。是的，做菜要用好油，我选它。它是谁？长康绿肽双滴压榨菜籽油。是的，绿肽双滴更放心，更放心。绿肽双滴压榨菜籽油。金阳六种坚果666，六种水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生活智取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阳六种坚果。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三分马拉松却三分有通过的是正在播出的地方通告。抬杠下次，前一段时间呢，刷新视频，大家刷到了个刘建峰啊，边直播边打靶一个一个视频吧。哎，就是也是，你看那些为什么都恶心起来？他一夜都穿着 VV 衣服里的去，当时一发现呢，两个人都哈子的表情包。真个没想到啊，上海的疫情过后，最先复工的居然是八姨。哎，给他季节啊，也是八姨爆发的时刻。所以今天的节目，我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生物防治专家介绍啊，这其实就是我国南方常见的白蚁。每年的春夏之交是白蚁的繁殖季，成群的白蚁长出了翅膀，从阴暗的角落飞出来，为繁殖下一代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这种现象就叫婚飞。五到六月份它是一个婚飞的一个高峰期，特别是一个以后啊，傍晚的时分呢，它是一个婚飞的一个时间点。长翅膀呢，它是一个繁殖蚁，婚飞出来以后呢，掉翅膀以后呢，相互追逐，然后呢，在一些缝隙啊、角落里头呢，组成一个新的那个蚁群。这婚飞听起来好像挺浪漫的哈，但对人类来说呢，可不是件好事儿。一只蚁后一年可以繁殖200万只白蚁，它们的主要食物就是木头。一旦让白蚁在居民家里找到了安乐窝，那麻烦可就大了。它把整个木门框侵蚀完了以后呢，木门框它只剩下一张皮，其实呢已经是空掉了，就容易就是上面的建筑啊，上面的木质结构容易塌下来。行道树会不会也有这种侵蚀？也有。如果说侵蚀空了的话呢，遇到台风暴雨的时候呢，它那个树木啊，可能会倒塌下来，特别是南方啊、深圳这些地方啊，都是危害比较严重的。如何防止白蚁飞到家里捣乱呢？把它们拒之门外，并保持家里清洁是最好的办法。发现有白蚁纷飞的时候，你就要把那个门啊、窗啊要把它关好，也可以在门窗这个缝隙里面喷一些那个杀虫气雾剂，可以起到一种驱避作用。一般打扫干净，环境搞好，然后呢放点除湿的那些东西，它会很少那些东西的。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消灭白蚁的土方秘籍，比如说在灯光下放一盆水诱捕飞蚁，或者是自己买一些杀虫药喷在白蚁出没的地方。专家介绍说，白蚁数量庞大，又很擅长逃跑藏匿，这些方法不仅消灭不干净，还可能贻害无穷，最好还是找专业消杀人员进行处理。自己去处理的话呢，处理不好的话呢，会导致白蚁啊会一个有个迁移，迁移的话呢，对下一次进行灭治的话呢，就难度呢会大大的增加。还是要请专业的白蚁防治公司到现场，通过检查来确定施工的一个方案。我们的灭治方法只要使用呢这个白蚁的灭治粉、灭蚁粉，喷到白蚁身上呢，它是一个慢性药，然后带到白蚁巢里面，把整巢的这个白蚁啊把它杀灭。大家一定要做好扒蚁一个防护工作，多检查，发现有疑似扒蚁一个情况，一定要请到专业人士进行咨询或者处理。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头晕、头痛、胸闷、心慌，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请及时清血。血液清，血管通，心脑才好。血液粘稠，就怕堵了心和脑，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你需要清血。清血八味片，粘稠的血液缓慢流进心脏，流过大脑，容易引发头晕、头痛、血热、乏力，就怕堵了心和脑。清血八味片，300年清血古方，专药清控血，祝您血液不粘稠，控血清，心脑好。专药清控血，梦琪清血八味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再好的本事也要靠个好身体。腰疼、腿疼、腰膝酸痛，痛啊！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药材好。黑老虎、牛达利13味药材，舒筋健腰丸，强筋骨、驱疼痛，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对的，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匠心传承400多年了。阿米斯扭一扭时间了，
君瑶胃动力科技赋能，守护家人肠胃健康，给你的肠胃做做操。君瑶胃动力，胃能行动，胃能而来。今夜我们个便道带着君瑶回到哪个地方去呢？又有哪样的美食让人心动？君瑶胃动力，为你心动，为你而来。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哪里呢？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向塘，有一个丁坊新农村餐馆。听说啊，这里的黑鱼是特色，一捏两掐，人家却晒。那这个是百味寻地方了、那东西准备好了没有呢？那肯定喽。胃动力清幽爽，特别添加能够预防和治疗幽门螺旋杆菌、卷曲乳杆菌、CCFM118、零脂肪、零色素、零蔗糖，肠胃无忧，亲密无间。君瑶胃动力科技赋能，守护家人肠胃健康，给你的肠胃做做操。这样看来，绝对是吃货的标配。那当然，这样。说起丁方，你也许不熟，但是要提到向塘土鸡，可能没有谁不知道。没错，今天君瑶胃动力来到的就是南昌县的丁方新农村餐馆，他家的土鸡那也绝对是能撑起向塘土鸡的面子的。只不过啊，他这次啊要剑走偏锋。你们都说自己的土鸡好吃，我家呢，嘿嘿，除了土鸡啊，还有鱼。老板呢？哎，这包吃了。哇，是吧？这就是那个野生乌鱼，野生黑鱼。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一鱼两吃怎么两吃。对呀、这个一鱼两吃。一鱼两吃，对。那个一个炖汤，一个鱼片。我天天就流口水，怎么办？这里好香。好香吗？一个捏到那个奶白色的，炖的奶白色的。那等着加鬼吧。好不好？好不好？野生黑鱼来个两吃，一吃白灼鱼片，二吃鱼骨豆腐汤。那咱们来看看老板的这道绝杀野生两吃黑鱼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吧。野生黑鱼来一条，两斤大小，不多不少，手起刀落，去皮切片，这个厚度小编已经用尺量过了，每一片呢都是1毫米。如果就这样上桌，那也是新鲜鱼生了啊。开玩笑啊，黑鱼啊当然是要吃熟的。其实乌鱼就是黑鱼，肉质细嫩，口味鲜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不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还能补充营养，生肌补血。鱼片准备好放一旁备用，剩下的鱼骨上面还保留了很多鱼肉，加上豆腐、红枣、枸杞，再配一条参，就是鱼汤所需要用到的所有食材了。这个配置很明显了，相当补。所以啊，待会儿咱们参加游戏的朋友一定要争取到这份黑鱼汤啊。说时迟那时快，当小编还在想象待会儿玩游戏的精彩场景时，这一份白灼鱼片、一碗十全大补黑鱼汤就做好了。具体的做法嘛，老板说不太能透露，毕竟啊，这是自己家店远近闻名的招牌菜，秘密。接下来就是游戏环节了，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游戏规则。今天参与游戏的两位朋友都是地宝当家的热心观众，他们将经过两轮游戏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君瑶胃动力清幽爽，以及刚刚所介绍到的丁方新农村餐馆的招牌菜。而选手的另一半正是他们参与游戏的动力，他们表示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今天拿到的所有奖品都要回去和另一半好好分享，果然是为你心动，为你而来。那咱们就赶快开始游戏吧。今天为他而来的呢，就有我们的两位朋友啦，欢迎你们，欢迎。我们先来问问女士哈，您贵姓？我姓王。平常在家里会做鱼吗？会。一般喜欢吃什么鱼？鲫鱼了，鲈鱼了。拿手的是做什么鱼呢？鲫鱼。鲫鱼。鲫鱼很鲜哈。对。好，我们来问问这位。大哥贵姓？姓姑，姑娘，好少的姓，好少的姓。平时喜欢吃鱼吧？喜欢了。为什么喜欢呢？吃鱼的人聪明了。你看他头上的这个发量就跟我差不多，只不过他没剪光而已。聪明，好精灵。平时喜欢吃什么鱼？家的是鲫鱼了，乌鱼了，还有汪阿豆了。哎呀，就是是鱼都爱吃是吧？是鱼都爱吃。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这个鱼呢也是分外的好吃。别说辣婆子，小编隔着屏幕也感觉到了这个鱼好来势啊。那么就来个热身赛，闭眼画鱼吧。参与游戏的黄大姐和姑大哥表示自己平时都喜欢做鱼吃鱼，那闭着眼睛画出来的鱼绝对难不倒他们。好，动手，3、2、1，开始。哎呀你看你是不是有美术功底啊？
我这个身边都画了，你已经画完了吗？天哪，他已经画完了。那我觉得你这个，这是鱼还是老鼠？这个老鼠，老鼠。这个我真没看出来像什么。你看，我觉得我们这应该是南方货胜吧？我就这还起码是象形是吧？起码还是条鱼，很象形，对不对？滚字捏是吧？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比赛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因为人家都有绘画功底。在我的画呀画得好吧？那我觉得应该是南方货胜。其实我也没想到这个在，就是不用分，只在秒秒钟之前就分出了胜负，对不对？对对对，好，那这个。我们就有奖品送上了，那奖品就是我们的零蔗糖、零色素，还有我们的零脂肪的清幽爽一箱，胃动力的清幽爽送给您啦！来来来来来，真开心啊！孤大哥的极简风线条流畅，形态明朗；黄大姐的异形风，也是很抽象，很像老鼠的。不过咱们今天比的呢是画鱼，下次比画老鼠的时候，我们再让您胜出哈。接下来是第二轮。黑鱼两吃争夺赛正式拉开帷幕。好，那我们的第二个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我们先来看看游戏规则。游戏规则：选手各自拿着为你而来套餐、清幽爽一瓶和西瓜一份，邀请店内的顾客进行石头剪刀布的比赛。如果顾客赢了，为你而来套餐免费送给顾客；如果选手赢了，游戏储备金则可以加一分。两分钟时间内，看哪位选手获得的游戏储备金更多。现在呢，我们都已经清楚游戏规则了。我们现在怎么样？话不多说，游戏开始。三一百只鱼，石头剪刀布。黄大姐非常顺利，一连赢了两桌，在一团和气当中为现场食客送出了为你而来套餐。孤大哥这边啊也是一路顺到底，在秒杀了包厢的一位顾客之后，他还遇到了一位不服输的好大哥。大姐开始啊，我们接到不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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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弊了没有啊？来来来，我只想赢一把，你却非加赛。哎，没办法，实力不允许呀。这位豪大哥在连输五把之后是心服口服，而且还特别开心。当然，孤大哥的游戏储备金呢，也就可以再加五分了。好，现在我们的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恭喜我们的南方先生。今天呢，我们真的是玩得也很开心哈。虽然我们这边仅仅差了一点，哎，但是是不是也有什么安慰奖？胃动力清幽爽一箱送给你，没意见，没意见，绝对没意见，哎，送给你好不好？送给你哈，来来，谢谢，谢谢。好，今天呢，咱们的一鱼两吃呢，马上就可以开吃了，也希望大家哈，在吃这个好吃好喝的同时呢，一定要搭配上我们的胃动力清幽爽。这一桌上来，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有食欲？那其实呢，我们到这来哈，除了这家店哈，咱们的丁坊新农村餐馆啊，除了有好吃的一鱼两吃、乌鱼的一鱼两吃，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菜，就是它的土鸡。你忘记南弄个香弄，哎，就加起来加土鸡了。真的是很多人来。这一条路上的餐馆其实很多，都是很多人从那么老远开大包都不得来。臊子过来就再加个土鸡。那咱们这家店呢，其实这个味道也真的是很好。接下来咱们就废话不要多说了，好不好？我的口水已经往外爆了，已经。带上我们的这个胃动力清幽爽，干杯！真要胃动力，为你心动，为你而来，开家。君爷有美事，每年嘎门能鸟。喜欢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点赞收藏。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话再见了。过得去每年五点份准点奉献有状况，百分之百准芝麻油，还要播出个提拔当家。明年千万别打掉我们的节目，还是要五点份阿志等到各位，不见不散。明年再见，拜拜。这对小夫妻感觉还挺默契的，老公主动降低海拔，配合老婆的投食，一瓶很快就下肚了。不过这第二瓶恐怕就没那么快了，这可把他们的对手高兴坏了。最后他们的成绩是1分17秒。预备计时开始。第二组选手明显掌握了第一组的经验，看着